好，各位乡亲，大家好。侯市长谈女力，他已经输在起跑点。我邀请肖美琴担任搭档参选，除了借重她的专业，也是对女性的尊重。三组里面就只有侯兆佩在女力方面是零啊，是零。那侯市长批评我的市政，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我在台南市市长任内满意度一直都是全国第一名，我的市政。 表现比两位其他的市长要来得好。侯市长可能也没有看到了，刚合并之后的台南或者是南部跟双北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当初幼儿照顾，我们是先走准公共化，还有跟保姆合作，才有办法一时之间照顾需要照顾的的家庭。那么就，就至于居住的方面，我们先推动直接补贴，租金直接补贴。 然后在我的任内来规划，现在黄伟哲市长也已经要把它盖起来了，这一些都是逐步的推动当中。那我也很高兴看到两位在这个公开的场合上面谈论核能啊。我再次强调，刚刚我已经有提到过，二零五零飞核家园，并不是蔡英文强力的把可以运转的核电把它终止，而是因为法律的规定，最后一个机组就是核三厂的第二号机组。 必须要在二零二五年其中停止运转，这是法律规定。那还好，蔡英文总统因应局势推动绿能产业的发展，否则的话，我们今天会更惨。我想要请教两位市长，你们在当市长的时候都说，如果核电没有安全，就没有核电；核废料没有去处，就没有核电。诶、欸，你现在？ 选总统的时候态度完全改变，你们当初所所讲的这些条件都已经改变了吗？另外也要跟社会大众说明清楚，COP twenty eight，所谓谈到二零五零核电要三倍，这并不是大会的共识，是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主张，但不是大会的共识。大会的共识是要再生能源要增加两倍。 用电效率要增加一倍，这个才是大会的共识。我们一定要跟社会大众清楚说明：你们今天不是只有要从要要合一、合二合三，要演绎演，你们不约而同都合适，通通都要重启。哎，公民投票已经通过了，你们今天在这个场合上说还要再重启合适，那你把那个公民投票的法律效力置放于何地？ 这个必须要跟社会大众说明。我当初之所以说没有把新兴的核能科技算在内，是因为我的任期两任也才八年。新兴的核能技术什么时候可以成熟问世，这个是不知道了，所以我才说我们必须要考量到我的任期只有八年，并不是说我的能源政策的规划只限于八年。我也希望柯市长、啊柯主席啊不要误会。 接下来的时间，我想要来谈谈国民党为台湾带来哪些祸害。第一个，国民党带给台湾社会的第一大祸害，就是国民党死抱一个中国的神主牌，造成国家认同呼吸影响国内的团结。过去国民党是反共的，是要反攻大陆，消灭万恶共匪，解救大陆同胞啊。 过去国民党也曾经带领国人打过古林头战役、八山炮战役，还有一江山大陈岛的战役，曾经守护过中华民国，也守护过台湾。但是后来，经国先生知道反攻无望，也因此推出了十大建设，禁用大量的台籍人士，并说出他在台湾居住了四十几年，他当然是台湾人，虽然他来自大陆。 也是中国人，换句话说，他是走落地生根这一条路，放弃了落叶归根呢、啊。我们再看看现在国民党以马英九、赵少康、韩国瑜、朱立伦为首的国民党，不思如何落实蒋经国先生的路线，却反其道而行。第一点，不但不反共，而且亲共。 第二，嘴巴说要守护中华民国，但是呢，一方面反对军购案，背个国防自主；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又接受“九二共识”，完全无视于习近平在去年二十大中共二十大会上已经再次定调：所谓“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就是一国两制，完全没有中华民国存在的空间。 第三个，在经济上还要重启服贸诶，准备开放大量的终身来台诶，将经济要再度的锁进中国，完全不理会台湾社会会遭受多大的冲击。金国先生说：“没有台湾问题啦、啊，只有中国问题啊！”但每一次中国对台湾进行威胁的时候，马英九为首的这些国民党人。 都不断的批判政府，批判台湾挑衅中国。我要让全国的民众来评评理：国民党对得起金国先生吗？对得起生养他们这块土地吗？对得起广大的台湾人民吗？国民党带给台湾社会的第二大祸害啊，就是国民党黑金体制不改，伤害民主价值，影响社会安定。 国民党的黑金体制在两千年下野之后完全没有改变，他们仍然紧抱新店的罗家、台中的严家、云林的张家，还有花莲的傅家。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不分区名单里面不是正二代就是地方势力的代表。国民党所提名的区域的立委候选人，充斥着。 有性骚扰被判刑确定，有被控窃占国土，有被控诈领建保会还有炒股入狱，这些人就可以看得出来，国民党仍然紧抱着牛鬼蛇神、黑金的体制，完全没有改变。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把国家交给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国民党带给他们社会的第三大祸害是国民党未取得政权不择手段，手法一第一个手法就是贿选，过去国民党国库通党库，国库通私库，官商勾结谋取不当利益，再来进行贿选，巩固政权。现在啊，国民党被司法单位判刑贿选，确定在案的比比皆是，钱从哪里来？ 有人说钱从中国来，希望司法单位也能够查一查。第二个手法是用扭曲、造谣、抹黑、攻击的方式，来想要赢得选举。这个可以从林北好油结合国民党的党工许哲斌可以看得出来，由这件事情也看得出来，国民党党军是养在。 网军是养在中央党部啊，创造假消息、扭曲事实、攻击对手、攻击政府，这个就是国民党的第二个政手法。第三个手法是挟中国外力以自重。台湾每一次大选，中国一定介入，希望能够扶植亲中的政权，因为用买的、用骗的，比用抢的容易啊。这一次更加的严重。 无论是用《战争与和平》的大外宣，或是赵少康说我是和平的恐怖分子，贴我战争的标签，或者是利用 A 股法以商逼政，通通都是在国民党运用的手段，无非是用想要取得政权侯市长应该跟国人说明一下，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出访中国，为什么隔天中国就商务部就公布对商务的调查？ 然后对 a p 法就采取行动，有没有里应外合？国民党有没有借用中国的力量来取得这个政权？侯市长像一个局外人呐、啊，政治他是一个门外汉，他所提出来的政策或者措施，他的论述，通通都是马英九为首这些人的主张。所以支持侯友谊等于支持马英九等等这些人。侯友谊当选。 等于一中势力复辟，等于黑金王朝班师回朝，对台湾、对国家的发展绝对不利。因此，我希望全国父老乡亲能够支持台湾长期以来跟大家一起打拼的民主进步党。过去我们共同为民主打拼，未来我们共同为和平奋斗，让台湾更安全，经济更安更发展，人民安居乐业。